大家好，今天父亲节了，我得回去俺找俺父亲回去过父亲节了。买点小菜回去坐一套吃吃饭就妥了。这父亲节，能那个吗？老热，40多度这天，也没啥那个，下不成地，上不成话是吧？嗯。就是今天父亲节，祝我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。就是爸爸今日也有空了，回去跟俺爷他俩没事了，是吧？做点小喷喷，小酌两杯。鸡皮的，这估计得两皮半吧。你吃啥鱼呢？啥鱼？啥鱼？等个鱼翻肚，鱼翻肚搬家，鱼。你这翻肚得要钱了。大龙虾，大龙虾，大龙虾老吃了。葡萄，葡萄，这是葡萄。毛籽儿的吧？这是玫瑰香葡萄。烤鸭的，我和你鸡肉毛汁看一看。两根。周魂儿。周魂儿。周子的周，周魂儿。五香肠14.4。好好好，可以了。暖火烧来加入吃吧。火烧有没有品尝了？来。锅子盘啊，想买玩具了。要有证的话，可以先去商场里边免费取啊。今天就是父亲节。俺爸俺妈都回来了，就是一块儿去见见过个父亲节。俺大伯大家都带我啊去重庆去了。有事啊？有事。我估计是妈几个菜，腊一十五，腊一十五，太多。这看着年轻不少啊，这比咱大伯年轻的。在这儿晃晃吧。啊，走，下车了。瞅不见。木黄瓜呀，这摘完了。炒两根都够了。接着看茄子。这俩茄子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凉了。你看，等这一天站成鸡。一口不行了，弄粘不上，吃厉害。啊，真凉啊！吃香菜，秋炖排骨。哎呀，老米米房，那不是米房，米房。
这是往排骨里吃的。就是叫啥呢？来，嗯，哎，没人写人，少干这吧，俺这睡觉还不懂呢。那你这物料包是越来越小了，都是装的那种，都是太小。哎，我看错了，太小啊！你弄的太多了，养半锅。三菌哪三菌啊？姨？嗯，有个是地瓜菇、香菇，那个香菇。那买的鱼都是活的啊，这鱼是死鱼，不是死鱼啊，活的我都买的鲜鱼啊。那都是啥花吗？好鸡蛋炸开了，茄子锅也想用。你是玉米淀粉。嗯。加点盐。甜不甜？辣椒，哦，蒜能放鱼，这是啥呀？火锅料。山药，山药长得那只都。嗯。最后一道了，姨。嗯，开始吧啊，接着快了啊。哦，你啊，这鱼还是三黄鱼，三个黄鱼给腌了吧。嗯，中通。我尝尝，都尝尝味儿。哇，都是啥玩意儿？那是肘盘，这是鸡腿的嘴啊，香肠。要尝尝看看，真鲜。蒜末油，放了，放了，到家了，一样的。年纪一看，你的小脸真棒。好。太棒了。嗯。来，交给。
看看这父亲节里多珍贵。嗯，他拿过来一块儿，我嘞，他搁底下拿。本来我们那边就那些。